身心灵健康。所以跟你的感受很接近哈。对啊，嘿，啊，就是安尼个迄类啊，安怎操起来？我所以较注重身心灵三方。那身心灵要怎样健康？灵性要生长啊。感觉就是心啦，上吊的心啦，啊，心开阔啦，啊，你都袂去计较，啊，都不产生毒素，上吊心。足济人，我即摆来讲，他体会很多，心最重要。啊，起码就是专咧管我，逐工咧管人个啊。啊，我遐面无人好管啊。啊，我啊尾也呾想办法啦。你管遐树啊，啊尾我毋呾想讲去种遐树啊。啊，紧种种几啊年，啊一年一挂就种大，一挂种几丛安尼啦。啊，即款个人真话，你啊拍掉，接无下。结晶，再有因缘接受佛法，追求新的知识，这是阮今仔日的主角洪庄燕心肝内体会。头毛白苍苍的伊，做主持已经伫要30年啊。不管主持有啥物活动，伊绝对拢会承担落来。伊讲会当付出是上快乐的代志。即卖伊的人生已经对黑白走向彩色，到底是安怎伊安尼讲呢？我们现在就赶紧来看庄燕的故事。哇，栽花很漂亮哦，都下去了。那个紫色的花好美好美，我想来有花糖心都没去了。那是什么花？对，豆子的花很漂亮耶。现在没有啊，下去了，再挂多少钱呢？那花若下吼，明仔就车像安尼，就安尼，豆仔就生出来。花若下，豆仔就生安尼，这样就一直长大，一直长大，长大到像安尼。哦，长豆。长豆。嗯。你看，像安尼这细，啊，就大到安尼，啊，等下生出来这样，非常细哦。你看，这么细细的，细细的。下面也没看到花哈，掉下来了没有？哦，那也不快哈，掉下来不快。这偌水呢，开干呢，这规个拢是哦。那还真是啊。所以吼，跟你分享吼，土吼比黄金较好啦，有土就会生物件，啊黄金袂食呢，这一生。真正了，你要健康吼，就是三毒贪嗔痴拢无三毒，所以健康的人要安怎健康？你心会清净，什么都放得下呢吼，才没有毒素啦。你若要迄三毒贪嗔痴，那毒素排袂出去，迄款人才会健康啦。啊，若无吼，阮去访视，嘛是有诶，像得癌症，拢心无法度开啊。遇到事情吼啊，我越来越体会那个心。这个心对人的健康足重要，足重要。所以我无健康费，我是找康费，唔是健康费。比如讲去云南环保站，我嘛未讲我坐歪起，我找康费，唔是健康费，找工作做。所以师傅，你很多种都去做的。都系偷做，哦，我逐项做啦。嗯。还有什么？还有做什么？好好，我慢慢跟你讲。培训司机列车，你敢下得来？我无下。慈亲子班、教联会、国际赈灾，吼，像安尼。早上晚上，比耕队环保80年去医疗吼，移民署啥吼，相机，台中在去北，我嘛爱去做相机，我嘛做窗口呢。那古建。古建82年，因为咱古建教联会用82年嘛，啊，所以
第一场伫八卦山，我参加有丢。啊，原建学校大爱屋学校，呀，原建学校嘛，即个甲保利嘛去洗手沙创啥？所以我是感觉这些人真正蛮有值啊。洪庄彦伫民国八十一年修建委员了后，什么代志拢做，倒位有需要都去斗相共。做主席已经伫要三十年啊。伊讲人生上美丽色彩拢伫遮，但是接受主席无偌久，做医生的大汉查某囝，却忽然间车祸亡生，予伊真大的打击，嘛带予全家人真大的影响。到我姐突然一个意外离开的时候，我都很没有办法过那一段的时间，没办法适应那个生活，每天就是。我记得有一次是我们先生这边，我们一家出去旅游，然后我坐在车子后座，那时候刚好就想到姐姐，我就可以在后座开始狂哭。我妈妈最清楚，我们两个是从小打到大，因为我姐是那很优秀的，我是那下面的一个妹妹，所以更显得我很差。从小就妈妈很疼姐姐，我自己觉得我是那个没人要的孩子，可是我没有想到说，当我姐姐不在的时候，我跟他的感情怎么突然之间，我才发现吵归吵，我们两个之间的感情还是很浓厚的。所以那段时间妈妈很走不出来，我也不太走得出来，可是我只能跟我妈说，你不要去想说一个孩子你没有顾好，你要想你还有四个孩子，我们都还在你身边，你顾好我们就好了。那阵子妈妈已经参加慈济了，可是因为姐姐的事情她有点封闭，我觉得她应该就是她沉浸在丧女的痛里面，所以他不想再去做额外的这些善事。我后来我想应该也是身边的师兄师姐再把他带出去，所以又跨出去了。现在他应该很享受在这个团体里面。其实姐姐的离开在我们心里都是一个隐隐的痛，妈妈也是，我也是。每年清明节去扫墓的时候，到亲娘死的时候，我都在我姐姐的牌位前要哭很久，妈妈都不知道，因为妈妈脚不好，她没有上去。其实我每年还是要在那边哭很久。我不想上去了，那个伤心的地方我不想上去，所以拿去扫墓啊，弄阴气的我不爱去了。他真的很棒啊，因为姐姐往生了吼。扫墓都是他去，人不爱我去嘛，不爱我在啦，就跟先生啊约了，就去跟姐姐扫墓。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人家说的缘分呐、啊，我跟我妈的缘就比较深了。其实我觉得每个人人生都是一个故事。其实我跟我妈之间，在我结婚之前，其实我们两个的拉扯、争吵其实很多。可是就像我刚刚说我跟我姐的关系一样，从小我们可能是吵架长大的，可是当她离开的时候，我才知道她在我心里面的分量。我妈妈也一样，从小我觉得她最不疼我，她就最疼我姐，然后就是我哥，就是我弟，心里永远没有我。可是到这个时候，你才发现我们在彼此心中的分量是多重。嘛是做到了，嘛是做到了，就是咱台唔只安尼拼，啊无做到了，无要放咧，啊嘛是同款真济啊，就是咱台来遮做，拢足拍拼，拢做到了。今日车爱做到十点无啊？十点。你看这无人叫，拢家己主动来呢。啊你吼用叫也较恶，用叫人也唔来。这使命感，敢那做了惯事，这是这阮家的代志啦，这大家爱来做的。拄到啥该做啥就做，比如讲，我正在阮小儿子讲妈妈，啊，卖种啊，你食无偌济，我嘛做健康的啦，叫食两年的啦，嘛是按公公做健康的。啊，阮食靠啥呐？阮遮租亲的，阮遮做几站，阮一个迄个毛瓜鸡，叫我炒出来。
咱做志工，今日过来做回收啦。我们这做什么？就是示范拢看。啊，这个嘛，我带出来，拢咱做志工，今日嘛来做。哎，就是吼，啊，咱带出来吼，啊，咱以身作则，啊，人对咱做，啊，就规个嘛感动啦。庄严蝶族者来底学法，法入心，法入心。虽然已经得要八十岁啊，但是游玩，逐天出来做互人看。伊嘛真爱读上林的册，甲住者过刊，嘛认真做笔记。内底有真侪伊的法宝哦。好多、哦，你看，普贤十观嘛，足重要。啊，我感觉咱慈济的感恩、尊重、爱，足水足水的，因为吼，你若尊重人，代志足好做诶。啊，你爱人真感恩、尊重、爱，所以真正慈济吼，每一个句都足水的，提灯照路，我们水个足水的也是啊。我有时候都陶醉那个在文字中呢。看人要看优点，看事要看光明面。所以我拢敢讲，正念、正念足重要，八圣道正念足重要。你这两页的笔记现化很多，还有不同色的。啊，人是从光阴天来，人为了修行了生死呢，所以来愁怨的啦，就你就袂多埋怨了，来幸运的，欠人欠欠的，多付出，收获更多。所以恁会想讲，我先遐爱做，收获更多啦。这种答案无，那找到人的答案。不好的情绪影响免疫力呢，影响免疫功能啊。所以吼，情绪足重要。你免了健康，你一定要心调好啦。时间流逝挡不住啦，无常来时嘛挡不住，两件。人生两件事挡不住了，你挡不掉了。时间嘛，无法得挡啊，无常来，你嘛无法挡。所以咱呢，往前走，步步踏实；往后看，事事感恩。咱骨头较袂不时叮叮啦，吓，无你无叮当那叮叮啊，这逐项拢运动着，腰嘛有啦吼，手骨啊什么都有动到啊。可是你做环保的事都在动啊，无同款的动，不一样。我嘛一脚做这個、做，我说这吼今日吼你脚会足轻呢，这个要抬起来，就是擦拉弓，不能有声音。安尼你打拢讲行路继续轻的继续好行，就是要把这个胯好开啊，免绑掉的呀。去做那個、感受真正，恁无做无感觉，我即久咧做感觉足舒服的。接下来主角吴清木，较早是一位做鞋的老师傅，对手工做鞋一直做到伫工厂管人管事的设计师，不管做什么款的鞋啊，拢家考袂到。但是退休了后，伊的心却忽然间找无目标，心肝内足空虚的，所以决定要好好啊替家己规划退休的日子。到底清木会安怎来安排伊的生活呢？咱即马就赶紧来看伊的故事。走走。这塑胶，你嘛塑胶，阿只梯啊，遐条阿只梯啊，阿你即条阿拔起尔，即条拔起来，这就是梯啊，现在菜侪就是啊，你梯啊甲塑胶就要加分咯，啊是袂使讲梯啊较侪啊就梯啊，啊塑胶较侪啊就塑胶呢。
这个夹夹，这就是肉肉肉瘦。属下你有啥物双工的啦？这个区块。我较兴趣忝物件，因为过去我就是拢做挂的灌水吼，做得较灌水。啊，你腰无好，人你做回收挖来挖去，挖来挖去吼，较无好啦。我从细汉的时候，我就有做鞋啊，啊都。老爸做事业，阿兄算讲伊失败，失败，咱就家己爱找出路啊。阮就做山，做山我咱毋是做山的主要，你家己爱了解啊。咱袂担，在拍紧咱挡袂掉啊。阮老母甲我讲，你拢袂担，拜是安那？要做山，我讲阿拜我唔爱做山，我唔爱做草。安尼要做，我讲我会行出一条路出来啦。扛蚵仔啊，那样较早就是讲坐无通，就一支蚵仔啊，摆起个咧，只有我当手的功夫安尼，度家己生活啦。啊，蚵仔无钱啊，伊啊摕偌济数的，你就用偌济数的啊。那伊讲，你蚵仔你无担意义就对啦。有你有担意见，你讲啊，无你就卖大尔。你也无法度忍受，你就是啊，你也要爱人的功夫，你就使忍耐啊。安尼，爱讲讲啊做就对啦，照单全收就对啦。安尼，啊我有甲三四个去波浪搞过啊。安尼，啊伊只讲出差，搞都要搞。本来就是你学车只两年就拢会晓做啊。啊伊就开房帮我嘛是一咧学车啊，咱无薪水个尔，嘛是会晓做。只要两年个时间，我就拢会晓做。十八九岁，我就去台中家己去共食头路。安尼，啊！你即马即机械病的时候，你爱算讲，这是正皮，还是 PU 的，哦，还是讲这个木类的，这个伸缩就无同，啊，拢爱算就对了。啊，计算的是你这样，就是讲装下是板仔是平面的，啊，但是车祸是平的，这个是属立体的，咱鞋是立体的，无同。啊，所以讲你平面啊变立体的是爱算起吼，啊也要算了对。啊，你若算无准，变起来就是袂变的。啊，鞋啊吼，就是差分啦。你啊当一分嘛袂变的，低一分嘛无好做了。啊，算到算讲，啊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了对啦，啊真准了对。你袂使算讲吼，我都差一分啦，差也是讲差一米二啦吼。你拢一定爱准含伸缩性，你拢爱算出来。所以算唔到就了解。算唔到，你板仔就爱搁定，爱搁修改啦。啊，所以讲，这嘛是有一个下分就对了。啊，这运动的啊，下分加尾的下分含较悬。吴七木对十八九岁就出师，开始家己开店卖鞋啊，做鞋啊。后来去别人的公司上班，做鞋啊外销，嘛去过大陆的工厂做主管。一直到六十二岁迄年退休，伊的生活忽然间找无代志做，因为失去重心，心肝内感觉真空虚。2003年啦，啊，到我退休，咱唔单话等于用啊无动产，啊，尾后我唔单就讲去讲啊，就是拍德个拳，啊，拍咧，但伊啊拍啊，当袂用用。讲啊，这拢抗体啊，遐侪来讲吼，啊，我这也有人来甲征求啊，我会较凉，我是安尼想啦。啊，起码就是专咧管我，逐工咧管人个啊。啊，我遐无人好管啊。啊，我啊尾也来想办法啦，你管遐树啊。啊，阮太嘛甲讲，伊讲带只叫去运动，我运动煞。等下，你讲会使运动，一工拢无休困。啊，运动早起运动煞，六七点、七点外，七点无工课啊。啊，你等下要创两个在休困。啊，尾我毋知想讲去种遐树啊。啊，紧种，种几啊年？啊，一年一挂就种挂，一挂种几丛安尼啦。看要种，想要种墙啊，就要种家当啊，就要种，都家己想山就种山，就去买山啦。啊，种拢照顾的吼，迄公园的，迄拢爱共种个得了。啊，治理嘛是爱着啊共扎着拄啊，毋是讲种甲结做一堆安尼袂用个了。
啊，现在人只跑到的边啊，人个种种啊嘛真顺啊，咱是无去牵线去种，啊唔大大啊，安尼看安尼，啊距离咧对窄，啊即么大长条看嘛顺顺的。这就2003年啊，以后种较大，十多年啊。这有诶拢爱整理个，爱拍回。有啥物你要修灯在树啊？嗯，安尼整理起，那剪头毛同款啊，安尼剪剪敢无遮好看，对吧？啊，我种的树啊真久，嘛甲整理啊，啊个剪甲剪头毛。因为种树啊，常常爱去压水、修剪，青木搁找着新的生活中心。但是几年了后，树啊慢慢大长，需要照顾的时间嘛愈来愈少。伊阁失去会当无用的代志，差不多伫个2010年左右，因为朋友的介绍，拄着组织，开始去环保站做志工，嘛开始修行的路。念这事就是咱人就是爱自正嘛，啊，这么要伊啊，伊也食咧吼，咧心就正啊，啊，咱人就是讲心爱正，地位才会生啦。啊，心啊乱，地位就减。啊，做这哩就是讲，要有改，要有定，要有规，就是安尼来。啊，我对这三个来讲，我拢真遵守了。啊，我这就是写个大吼，啊，你安尼甲改起来。啊，我这拢有写日期了，对。我这边这都写个表29，我都休困。啊，我搁写个表，那20、20几写个交无个写日期啦。啊！我阵讲目睭无好，我即半嘛会食夹头。啊！我做代志袂爽，嘛做一半人夹蛋的啊。但阵拄好我袂。啊！做代志一定要有原则啊！啊！咱这做代志嘛是一个模啊。阿爸哩有人讲，有一天自细阿伊也看嘛，讲哎，阮老爸做代志，虽然讲伊学问无真好，无读真济，但是做代志有原原则。啊！咱。修养甲学问无真大关系。我即摆行这条路，才知影讲咱这个人的习气吼，甲本性，足侪拢无好个咯。即几年我着上大个改变就是啥，那性格吼，讲话拢较柔啦。啊，有啥物代志吼，看无佮意，咱点点先莫看就好啊。安尼你自然久吼，你就袂讲迄个性格硬个。啊，我过去我做个工课吼。拢全咧管人管管事啊！啊，你啊话是哦，我家己肯想着着。你不是犯上帝人，当然不是你讲这嘛，毋是一个好人啊！啊，你所以讲你吸收了，你自然你的思想就会无共改变。我正好这个年纪，我嘛有家己有一个盘算，就是讲我做一工赚一工，啊，做到拢总袂做迄工，我才无做了。啊，再因遐讲。啊你！你这年纪啊来做这個，安尼你敢袂忝？我讲会啊，啊讲袂忝，这就单纯啊。啊忝，咱就做一工休一工，哦啊，咱若较忝，咱就迄工卖去，咱另工过来接做，安尼嘛是无要紧啊。反正你袂使甲放弃，安尼就对啦。你一定要有迄个原原则个对。啊，反正我做人我拢有原则，该做个我会做，无该做我袂做。